神能够恩待，能够批准，好让我们在长岛那个地方能够为主建造教堂，为主建造学校。天父，求主恩待，有形的教堂我们要建立，无形的教堂我们要更建立。主啊，这个时机已经是争分夺秒的时刻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同工们能够有这样的意向，有这样的看见，让我们真正同心合意的愿意来建造教会，无论是有形的无形的，我们一同来建造，在永恒当中我们才会同被纪念。哦，主啊，我们把活水得胜教会还有所有弟兄姐妹们再次仰望主。主啊，你是好牧人，求主亲自来牧养他们，好让大家有青草地可躺卧，有安歇的水旁，主啊可享受。主啊，实在求你让每一只来到活水得胜教会的羊，个个都健康，个个都强壮，个个都平安，个个都喜乐，懂得荣耀神，懂得服侍人。如此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，阿门。